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祥伟老师。今天是9月20号。如果像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920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代表第一点是什么呢？你的魅力没有了。可能呢，你具有一定的魅力，但是呢，因为零空调，所以呢没有魅力啊。在这个工作方面，你的服务呢非常的好，可是你的服务却是付出很多，没有什么收获。那在这个财富方面也是四大皆空，虽然你付出了很多，但是别人不一定领情，所以呢到头来还是一场空，开销也非常的大，你的钱财会花在这个家庭或者是花在打扮自己和异性的身上，到头来呢财富一场空，财来财去守不住财富。那在这个婚姻方面是非常容易有这个婚外情的，导致你的感情最后也是四大皆空。这组号码容易有这个肠胃或者是皮肤方面的疾病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